花莲县环保局十号下午在太平洋公园南滨段举行了"永续近邻意念"的绿色响宴，亲近亲近东海岸环保音乐会，近滩海贝创生工作坊，无色及二手市集，让前来参加的民众可以享受音乐，玩得开心。而在活动当天，除了音乐会，也结合近滩海贝创生工作坊，让民众参与彩绘浮球以及青苔手作，透过清除海贝，再将海贝再利用作为需要的物品过程，永续海洋生态。刚好看到环保局有在做这个青苔的活动，就想说带小朋友来体验一下，感受一下，这样关怀一下我们的自然生态。防止海洋环境劣化，符合 SDGs6， 确保环境品质以及永续环境管理资源及 SDGs14， 保育以及永续利用海洋生态系，以确保生物多样性，以防止海洋环境劣化，落实 SDGs12， 促进绿色环保经济，确保永续消费及生产模式，珍惜身边的物品，并创造二手物品的新价值，达成循环再利用、减少废弃物的目标。记者林杰，花莲市采访报道。